日前，首场歌手 Johnny J 公布恋情，和6年前的女友复合，让一票粉丝大呼失恋了。而六日晚 ，Johnny J 在 Live House 现场向女友求婚，甜蜜表白道：“希望我会变成那个你希望变成的人，希望我跟你能好好的。”引得现场粉丝跟着大声欢呼起来。我希望我会变成那种我希望变成的那个人，也是变成我希望变成的那个人。我希望我跟你们是好好的。网友们也纷纷评论道：“又是糖量超标的一天，你终于找到了那个他，让你感觉强烈到想和他有个家。多情便利店真的要打烊了，我们豆芽一定会很幸福的，以后要一直幸福啊！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